一辆黑色轿车绿灯通过路口时，遭到一辆白色轿车撞上，黑车当场被侧撞转了180度，车尾撞上公车亭才终于停下。而白色轿车肇事逃逸，车祸地点就在桃园观音区保障二路与成功路一段路口。带您看一段警方访问。林姓男子于12日上午7时起，驾驶自强客车行经观音区保障二路与成功路口，与对向左转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对方肇事死于。车损零件散落一地，道路上还留有长长的刹车痕迹。所幸黑车驾驶林姓男子没有受伤，警方也已经追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，事故原因有待厘清。